可能是皮肤啊，一闪，想换闪了，这不，我哪怕一刀，那这小石头，哎，我怎么感觉哎，灼灼要死了呀 ？Q 闪了，我怎么在说石膏？这灼灼这个位置干嘛？一闪什么意思啊？你太想死高头。哦，懂的，不是他这个一闪。我的剑矛不是都挺贵的吗？我看了一下，很贵。对。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我不准穿衣服吗？那我们直播间没了。没办法，一个大龙，一个远古龙，看了就没了。哎，这个先锋，我刚穿完衣服回来，怎么先锋掉了？哎，卡莱被这个人被秒了，直接锁死了。说嘛，他们想开那个开刀，姐姐要死了，姐姐要死。但是这个位置，京东的中服，哎，阿乐要倒了吗？阿乐，我操，换了一个一换一，换一，这个夫妇，我操，秒解这个情况，二换二，右边是死了上野，左边拿了先锋。但是我觉得前面我们说的那个，就是你说猴子到位，真的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为什么抢猴子呢？就没有办法操作，没有操作的空间。那个网线，我这个到期了就换，我再也不用这个网线了。这个专线卖一个月四千多，一年4万到5万块钱，很夸张。我觉得这个人吃了我的钱，妈呀，美滋滋。我那个一年好像就7000块。哦，我觉得得换。这不他们想抓笑了，京东的爷爷服，但是他们这个动作感觉是。太勉强了，现在京东是个想抓人兄弟，哎，但是找到机会了，看到姐姐想闪先跑，卡拉比闪先跟，好像可以秒吗？哎，下路这里虾没有大的，没大要死了呀，没大操作不了。哎，虾的大呢？我刚说勉强，怎么是找到机会了，而且找到特别好这个机会？不是，说实话，右边这个中路控制了被压了三波兵。还是说其实侠加露露等级起来确实没那么好的，哎，三爷这个开车撞，想撞谁？撞 Live 吗？撞墙了，哎， Live 没撞要死了，而且 Missing 怎么叫闪啊？Missing 叫闪现确实有点没必要，他是不是觉得 Live 他不确定 Live 的人、哎、这个位置，我操，杰杰也倒了，杰杰的 Q 呢？不对呀，不对呀，这个有点不对呀。说实话 ，EDG 这个阵容中期没必要乱接团的。有复活奖，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谁赢就直接拿到 MSI 的门票，但是我都不敢怎么样。决赛还是 EDG 打京东，这个波白被招风没闪现要死了，要死了。人都给谁？给左手，完了，左手要出杀人书了，这把有感觉了啊，真的要来了他。他回家应该有1250的话，他会出，他这把死不了。啊，他主要出了女妖。对，女妖。他这女妖出的很舒服。女妖永双加有个表表，他不会死，他可以出个杀人书。EDG 这个中野都很怕女妖。完了，来了来了，霸城杀人剑，马上就杀人书了。开始标记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上路二塔有机会拆掉600块钱。这个600块钱也是单吃，好爽！他回家真有了，真可以出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五楼搬那个石头人不搬狐狸是真的有点奇怪。这你说的是打那个先锋小龙团，肯定是为上楼打野准备的。哎，左手直接开个疾跑来上楼赶路啊！这个位置姐姐有闪现被开了，姐姐交闪，好像要死了，跑不掉了。密星就闪现开留得很好啊，姐姐这个位置好像是跑不掉了，踢过来是赛爷，赛爷开车，369要开大吗？369先保护队友啊，他不开车，开车撞到哪里啊？没撞到人，两边 ADC 都在赶，哎，这个369第一线不开车，选择救队友啊，姐，而且没死。而且刚刚那个 missing 闪现都没抬到，你知道吗？姐姐没死。哦，没死，可惜。姐姐没死。哦，我懂，姐姐没死啊 ！missing 这个没抬到有点奇怪啊，他为什么 RW 是没抬到啊？卡纳比这个位置被卡纳比没闪，卡纳被锁了，卡纳比死了，卡纳比被姐姐标记了呀！被标记了。卡纳比被姐姐标记了，这个 monkey 干死这个 monkey 干死个猴子啊！一线二的承接，左手有机会抢。哎，打到了，速度好快啊！有侠想揭开这个位置啊，利弗是躲了这个位置，这个左手过来想抢吗？先把姐姐，哇操，没抢到，姐姐死了，但是姐姐死了，左手还在说左手这个位置啊，利弗是躲了，哎，左手位置不追左边的那个啊，但是他在保护路了啊，他在保护路了啊，保护路了，他刚追左边的那个是有机会杀，因为利弗刚没有双招，没有大招，但左边这边好赚啊，很难死啊，对吧？哎，美口这个位置被留住了，美口上，我操，全躲了美口，我操！但是美口没双，在追，左手还在追，利普是没有闪现，没大的。哦，利普这个狂风很帅。
而且利布现在这个装备没有大幸运，感觉有点打不动人啊。他不需要上高级，他需要发育。利布这个哎，看了利布，利布在干嘛？利布开打开出来了，还好其实阿拉这个位置露了是打不了输出啊，第一时间，但是利布要死了，卡纳比还在转，露了这个位置有闪现，阿拉想杀露了没杀掉，三杀了，努力杀人数25次。这里在找方法这边没闪现，还是要死。二叔还在追啊，左手还是要死啊，不要让左手知道你是啊，你不是大比，你是方法，不好意思。那方法还在跑，方法有治疗，还在跑。方法是没有大招，不敢追了吗？他们想打小罗，密信可以打断吗？不敢打断，密信打断自己要死，打断了自己会死，对，而且打断了不一定赚的，这波其实对，那个位也是嘛，对面全是秒表，来不到人啊。哎，这个位置乐哥被开了，乐哥叫啥了？还叫死了呀，乐哥。乐哥倒了，带线带了30分就要没了呀。怎么不去带线啊？他可能觉得大龙刷了，一定要打这条大龙。但是大龙其实我觉得那个 EDG 还是不能接啊，这波团接了就爆炸。而且乐哥他这个出装本来就不是打团厉害的装备，过来送了那波啊，对，那波都是京东中也各给一次机会吧。这把其实 EDG 也打野跟那个 ADC 吧。哎，这个位置被开了，洛。姐姐开了，洛被秒了，密星死了，秒杀。密星这波也是有点装逼啊，但是京东想4打5少个人，还想打吗？京东没那么好吧，还是要走吧，少个人。可以尝试，说实话 ，EDG 的。但是左手大招，对啊，阿乐这个 TPT 的位置还可以，但是阿乐没闪，有表可以留啊，其实慢慢留，可以慢慢留。姐姐 Q 闪，但是我操 ，Miko 要死了 ，Miko 跟姐姐都死了，也不被秒了，阿乐这个位置，阿乐这位是要被控死了。我操，卡纳比还在抓，卡纳比双杀还要再杀，卡纳比1打2，方法这边没大的，方法没有大，可能打不死猴子。卡纳比这个猴子要1打2了呀 ，A 包这果实过去 ，W 过去，这方法有闪，卡纳比下个 W 还有多久啊？很快的，猴子主 Q 不 W， 但是不追了，不杀了，不杀了。这波没必要追出去了，左边中野辅杀了一个辅助，用了3个大招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很难杀呀，那主要是位没大，怎么留人呢、啊？好急，真的好急。其实两边都很急，卡纳比前面也很急，卡纳比急，但是他这个阵容中期就是厉害。